第32题，将三个相同的正立方体铁块以右图中的爬方式排列在海绵垫上，已知每一个铁块重100公克重，边长2公分，则海绵垫所受压力为何？海绵垫所受压力是固体压力，固体压力的公式是 P 等于 F 除以 A，F 是正向力，通常是重量， A 是接触面积。我们看到海绵垫是有两个铁块的接触面积，每个铁块边长是2公分，所以它的面积是2×2，总共有两个铁块，所以它总共受力面积是8平方公分。那么上面 F 呢，就是它的正向力，这边是重量，总共有三个铁块，每个铁块呢是100克重，有三个铁块，所以总共有300克重的正向力，所以根据公式 P 等于 F 除以 A 呢，所以它就是有300克重，那么有8平方公分，所以答案是 37.5 每平方公分克重。所以呢，第32题问我们说，则海绵垫所受的压力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每平方公分 37.5 克重。